主料：鸡蛋5个，辅料：油、糖100克，牛奶30克，抹茶粉、面粉。准备时间：1到2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蛋黄5个加白糖，用筷子搅拌至糖融化，加入玉米油，加入牛奶搅拌，加入过滤好的面粉，加抹茶粉，搅均匀，蛋白加糖，电动打蛋机快速打发，打发5分钟后，最后打到蛋白冒尖不下垂，把一半的蛋白加入蛋黄液里，上下翻匀，加入另一半蛋白，搅匀，烤盘放烤盘纸，倒入蛋糕液，稍下震几下，把淮蛋液震均匀，烤箱上下火160度，3-5分钟，烤好的蛋糕，翻面，趁热去外面的烤纸，反面抹上一层果酱，然后卷起，包好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以上，冷好后拿出来切块。这是切好的蛋糕，烹饪技巧。美味的蛋糕卷呀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